哦，怎么我的头发这样？是因为我自己剪呢，还是因为我脸太大了 ？Hello everybody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我叫做 dylan，Kevin，Kevin 在那边。我们今天呢 on the way 到 MARUDI， 现在我们在 MARUDI 的 ferry 这边等着。 船来了，这边呢 MARUDI， 我们从 Miri City 进来的话，好像要1个钟多。然后那个路呢，看人家的 video 好像很爽，这样啦，一直是蛇的路，蛇的路。然后我们现在两个人这样的话过来都有一点晕车了。然后这那些人呢 ，mostly 是那种大车啦，pick up truck 啊 ，double cab， 所以我们 Sarawak 讲的，嗨啦，嗨啦，加这么快耶！ 明明那种小到要死的 one way road， 加到六七十八十这样下山啊 ，corner 加这么快，所以我们是在这边大概10点了，看一下咯，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啦，有就有了，没有就去 market 买一下水果啊、菜啊，然后就回来了，没有什么东西看了，哎 ，excited 吗？啊，很久没有上 ferry 了，哦，我们要上 ferry， 今天的太阳。 车过来就头晕了啦，可能是因为头晕了，觉得就不好玩了。什么人老了？老了，那太危险了，这些人驾车。所以OK啦，我们就上 ferry 了。ferry 的话是1块钱啦，所以还好啦。嗯，桥在 propose 啦，看几时会好了。等多10年啦，10年了就会有一条桥了。 这个河呢，应该是3分钟、5分钟就会到了的啦。所以就是这样，应该有10年、20年没有打过 ferry 了哎。哦，不懂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刚刚自己在家里剪头发了，所以我旁边是这样的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拍到我的脸很像很大这样。 说，洗好了，我们 edit 到我瘦一点，现在整个都是我的圆圆大大的脸。看啦，你们是来看 ferry 的。 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到大木 MARUDI， 不过现在10点半了，好像已经没有人卖东西了，全部人已经回了，没有人卖东西啊，我还想买水果哎。哦，你们看到我们后面这边吗？ 后面这边呢，他有一个开一个档子，然后他有带他的 laptop 跟他的 printer 来，然后他帮人家 print 相片啊，应该是从你的电话直接放去他的 printer， 然后他用 photo paper print 出来，哇，这么多人呢，这么多人等呢，你看，哇，快点了，我们也在美里也可以做这些事情的，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哦。
后我就在这边卖这些很美的布这样。啊，你快点留下，我再介绍一下就算了。去哪里？你要讲再放去。我们放去 YouTube 的。对。啊。看到你要不要上？啊，这个是马路地做的。好，啊，他们来都是会来找我们这个裤子。我们这个裤子，他的你看他的手工很溜，啊，他做出来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款式，啊，又便宜又好穿又耐看，啊，啊，如果谁要的可以来找我。来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这老板娘自己也穿着她自己的裤，我有问过她啦，她讲，你看我们在 open market 这边会比较热的地方，她都会穿这样的裤，所以很耐热咯，很凉啦，就不会觉得很热啦，所以就很刚穿咯。我们在这边懒，没有开 aircon， 在家里开风扇的时候，就可以穿这样的裤是没有问题的啦。所以老板娘叫 Lily Wong 哈，所以你们来 MARUDI open market 的时候就可以找她咯。啊，你每天都有在这边哈，啊，每天都有在这边。除非我出去啊，送货啦哈，就没有啦。不过都有开档啦，都有开档。如果你们要来，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可以。啊，如果没有人那里要啊，我可以送货的。哎呀，这么好啊，老板娘啊，送去美里啊。这我就送下去哦。好，是哈，好，谢谢你哈，老板娘。站油站。没有，不知道是谁的那一面，又不是 Shell， 又不是 Petronas。这是80年代的 machine， 到现在还可以用哎。哇，这边像这边的老板应该有钱，去看一下。不用看了，过这边。就这样哎，没有牌了，这个老板应该很发达了。走啊，就去吃东西啊。我们现在在 River View Hospital， 在什么 Petrol Station 那个 B 啊，我们随便找了一间吃店啊，所以我们在 order 了 MARUDI 粿条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怎样。第一口，怎样啊？口味怎样啊？对，还是厚厚的咯，厚厚的，那个火候味很重啊，很好吃一下。不过我们没有加加蛋呢，点一点辣椒。不急了，我要吃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一个 MARUDI 的 museum， 我也是从来已经十多二十年没有去过 museum 了啦，所以我们既然到这边了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 MARUDI 的 museum， 然后它在礼拜天都有开哦。他礼拜天的话是10点早上，好像开到下午4点，只有星期一 Monday 没有开咯，所以 OK 啦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很多 visitor 啊，有空的时候都可以礼拜才来，不会像什么 museum 礼拜没有开，开做什么呢？ Weekday 开给谁去呢？ Let's go。museum 没有开，虽然讲还在牌那边放 ，Sunday 有开。我们爬到上去的时候，他讲还没有开 ，OK 咯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天桥吊桥这边，然后跑一下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啦。好啦。
我们现在在这个 terminal Marudi 的 ferry terminal， 这个是他们以前用的。Apparently， 不过现在我们刚刚才看到，还是有人用这些这个 terminal 啦，他们车载他们的人来，然后他们这边上那种 speedboat 这样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他这边有要美化啦，他们以后可能做一个可以列巴的地方，像 Marina 这样啊，保存这一个地方哦。所以也是好啦，不然这边都没有东西咯。他以后这边可能做 monument 啊，不错啦。至少来的时候还有一点风景啊，还可以在这个以前 Baram River 这边拍照啊，做 video 啦。我们有大概 Google 一下他的 history， 哇，真的是很吓到一下，因为以前这个是，因为全部以前都是用船的嘛，所以都是用到这一条河。以前马鲁蒂这边很像是很繁荣、很拉古的一个地方来了啊。现在因为有车有路了，就会比较少经过这个河，所以他们也是比较少发展这样了。OK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大概都已经看好这边的东西了，差不多要一点了啦，所以我们也是要回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马鲁蒂的这个 video 就到这里，如果还有东西想问我们的话，在我们口面那边问一下咯，或者有东西要介绍我们去吃的话，在口面那边留给我们啦。 Until our next video 啦，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